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今晚有 Minecraft， 然后我们今晚的是 Underground 2 Winter is Coming。在开始之前的时候，我刚刚看到 YouTube， 不是 YouTube， 我刚刚看到 Minecraft 的右上角 pop 出了几个字，上面写说 Hit of Hits on YouTube， 谁来说会有一大堆的 Hits， 就是点击率。如果你在拍 Minecraft 丢在 YouTube 上面的话，是吗？我发现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现象，像是我也会拍一些其他的游戏，但是我会发现就是那些游戏它的点击率往往会不及，就是我拍 Minecraft 的点击率，就是超级问号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其他的游戏明明就拍的还不错，但是不管 Minecraft 我拍，不管是小品还是拍这种长篇的生存游戏的时候，就会有一大堆的 bug 点击来看，我觉得这超级奇怪的，我其他游戏拍的不好看吗？有点小挫折，不过 It's OK。 今天我们要玩的是 Underground 2 Winter is Coming， 然后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是不是讲了一大堆 Lily Coco 的名言？那是因为我昨天好像有点就是脑袋就是短路，我知道有很多 Bob 看到我就是非常伤心，不想我停在第三十集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就是太累了，因为在搞就是Draw My Life 这部影片，所以搞得现在脑袋有点昏昏胀，不是现在，昨天脑袋拍影片的时候有点昏昏胀胀的，所以说了一点小小丧气的话。不过今天不一样，今天的阿神是积极的阿神，昨天的阿神就当作没看到。OK， 昨天的阿神不见了，今天的阿神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不会拍到只有三十集，然后我会继续拍下去。然后我有看到一些 Bob 告诉我说，阿神整天都待在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有点小 lake， 整天待在这个小地方就是有点 Bob 跑到哪里去了？有点太孤僻了，是不是该出去走走了呢？我稍微思考了一下。感觉好像该变得积极一点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要找到 Bob， 他跑去哪里？七妹在哪里？嘿，嘿，哦，你吓到我了 ，Bob！ 我以为你跑去哪里？你缩在这里面干嘛？OK， 刚刚说到我要变得比较积极一点，是什么的积极法呢？我身上的资源已经很少了，然后我知道在 Underground 2 Winter is Coming PG5 大大，我很讨厌别人叫我大大，所以我还是不要叫他大大。PG5 先生说，不是说他在这里面有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遗迹，但是那个遗迹 super huge， 而且非常的难找。就我在网络上的 research 上面看到说，那个遗迹位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，差了108000里。所以，一般的探索方式的话，几乎是很难找得到那个遗迹到底在哪里。所以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整理一下包包。我知道这应该是在 off camera 做的事情，但是，我没有做，所以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整理包包一下。Speed mode activate。哈喽，这样身上看起来稍微干净了一些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资源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。爸爸在我附近吗？我刚听到他大大的哼了一声。嘿，咦？哦，我想说你跑去哪里了？原来躲在后面偷偷哼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资源变得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出去寻找像三块铁。我现在必须要出去寻找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材料。然后目前我有一个 idea 是昨天想了一阵子，就是我该怎么找到那个非常大的遗迹。第一个想法是我需要用到针戒。啊，那是不是要用针戒眼啊？针戒中介珍珠是不是只能瞬间移动？哦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是不行、不可行的。因为我在想说，如果我有针戒之眼的话，我是不是就能够一直把它丢出去，然后朝那个方向前进，之后我就能够到？哎，不对耶，那个地方有中介龙吗？不对，有中介的那个 proto 是吗？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有没有 proto 哎。所以不知道他会带我去哪里，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是不可行的。另外一个方法是在大家还记得我一年前的时候有曾经做一个 Minecraft glitch， 就是可以看到类似有 X-ray 的效果，可以透视到其他地方，不过它是不是用外挂，而是用游戏里面所用的素材的 glitch。 所以我打算用那种方式去寻找那个遗迹在哪里。不过我知道那个遗迹很远，可能用我那种方法也还是不太行，但是有总比没有还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积极一点，积极出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那个装置，不
不过那个装置到底该怎么做，让我思考一下。那个装置需要铁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我们要出去找铁。然后我身上没有食物，必须带一点食物在身上。现在身上的食物很充足，所以我把面包全部带着，身上的铁剑剩下一颗，反反复复，永远出不了家门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有这个，这个，还有两把十字镐。OK， 好。哦 ，Zombie 的声音。感觉是在下面或者是上面的部分，但是，猜怎么样？我现在没有时间管它了，我现在要去找先去找到一点铁，让我可以继续就是制作那一项小小的仪器，方便我找到神秘的遗迹。我忘记那个遗迹叫什么名字，它有一个非常酷的英文名字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没有把它记下来，是，这边都没有铁的。其实我只需要一块铁，因为只需要一块铁就可以做那个叫什么 ，Riston， 那个叫活塞。对，我需要一块铁可以做活塞，但是这附近似乎的铁已经被我用完了。但是我先往上面走好了。我记得我已经好久没有上去，而且上面似乎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。我刚刚想说，这是。咦？哦，我去错地方了。我刚想说我身上没有带火把，但是我身上有，这里是火把。好，那我们就往上走。等一下，我的难度是一般吗？不对，是困难。好，我记得这边还有个地方我没有探索过，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曾经就是有看我的那叫什么？重新的 replay 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地方没有来过。然后今天我们就到里面稍微探险一下，希望有一点铁，一讲就有了，开心。这边还有几块铁，稍微把几块铁挖起来之后，我们要加紧马鞭，看看可不可以到 Bob 的村庄直接去跟他换一点小小的东西。有蜘蛛的声音，在哪里？有 Bob 看到蜘蛛吗？会不会是在对面啊？哦，可能是在对面哦。让我们去对面看一下。我的火把插右边没有错，所以对面会有类似像是生怪砖之类的东西吗？嗯，我们把两把十字镐弄得稍微近一点，这样子我会比较好切换。嘿，哦，有哎，看到了。为什么它是半透明的？我家的蜘蛛啊，不行不行，放在这里。我家的蜘蛛都长得那么奇怪吗？我们稍微往前面去看一下好了，先不要抬头看，可能上面有很多矿物，但是前面怎么会是亮的？哦，这是某一处的上面是不是？那边有点煤炭，但是目前我们先不用去踩它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放在这里，这样会融化。放在这里好了。我们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是那边的铁，然后。继续往前面探险一下，看看这条小峡谷到底有多长。好，看样子这边应该是尽头了。对，这边是尽头了。我稍微把一点铁踩起来，然后煤炭的话现在有40个，还可以，但是我会稍微再把它们挖起来。然后挖起来需要点时间，所以我们来 speed more life 一下吧。我发现我在挖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反而我不讲话，一个人安静安静的时候，有一种恐怖的感觉，所以我打算我还是讲话好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变得有点安静，有点恐惧的感觉。可能大家现在可以听得到 BGM， 但是当我现在一个人正在录的时候，它是完完全全的安静，让我有点害怕那种东西从天上跳下来。你在那里做什么？好恐怖哦！难怪我觉得刚刚一直有人在看着我。就是你，妖兽鬼，吓死人了！不要再这样看着我了，很恐怖哎。上面有点铁，我想踩起来，所以，我先爬上去好了。身上有一点就是不需要的鹅卵石，它是不是掉下来了？它在干嘛？我们下去陪它玩一下好了。哦，它也真的过来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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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好，我们得到了一点火药，
怖，他刚好恐怖哦，超像手榴弹的。如果我刚刚走过去没有发现他的话，是不是他会从天上掉下来？有点小小的吓到了。嘿，然后再拔一些，那些骷髅弓箭手的声音吗？还是我听错了？拔一些，是哎，是骷髅弓箭手的声音，是在。所以这附近前面应该还有个洞窟了，应该是这种感觉。哼，那边还有一点铁，但是不是很重要了。我打算先达到恢复，回去做我那神秘的仪器。那个东西需要一点荧光石，所以代表我还需要到 Bob 村庄一趟去换一个荧光石过来。因为我相信我要做的并不只是一个，而是可能要做蛮多个。咦，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哦，跳进来的。好。嗯，应该是这样。前面有点铁，把那些铁给挖起来。上面还有吗？偷偷瞄一眼，没了。哦，好险没有受到什么大伤害。我有把铁吸起来吗？似乎有。天哪，玩这个心脏真的是要很大哎。嗯，稍微把这边打通好了。好，这样好多了。像我刚刚在高处，而不是跟他直接近距离接触。他从哪里重生的啊？这边明明就已经蛮亮的。其实还可以，没有到很亮。好，我稍微再把前面点。哎，这里为什么都是暗的？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吗？咦？哦，这是直接是外面了。我想起来了。然后这下面似乎没有什么地方。好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到恢复，然后去铁，是刚刚那个苦力怕帮我加出来的吗？嘿，还有一点铁，稍微把它挖起来。这样子身上又多了17块铁，17块铁应该可以，足以让我再就是活一阵子。然后我们应该要回去就是哪里啊？好像是这里。对，应该是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往回走。然后我刚出来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吗？哟，太好了，关起来。哦 ，Bob， 你来迎接我了。哼，嘛。然后金妹换地方卡了。我们需要很多的荧光石，但是我这边哦。但是我们这边的小麦非常的可以看到，非常的就是不太够，所以我先做一个好了，先做一个那个非常神秘的机器，然后这个地方我打算把这个地方打掉了，西米马塞小鸡妹，我想先把这个地方打掉，然后把这些资源全部采回来，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，可以做三个，哦对，变只能做三个，这边本来是放4个。但是不要紧，这个地方打算再用泥土把它补回去。我加了泥土在这边，怎么有泥土啊？吃土吧，所以它是食物是吗？哦，它跟鸡妹在一起玩呢。然后换小鸡妹卡在这里了。我们把泥土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不行，我先放里面，然后再放上来，之后我们再出来这个地方。波波在吃草，不对，他在吃花。我先来做一个，那个东西怎么做？让我思考一下。我们需要一点橡木头，然后我们还需要一块铁。我们先来烧铁好了。我知道我身上的铁，煤炭放在这里，之后铁放上去。哦，有 Bob 一直告诉我，从不知道好几集 episode 之前，他们就说可以做这个东西。他说这个东西可以烧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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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。刚刚我东西点下去之后，我才想起来，不重要了。然后有 Bob 也告诉我说，上面这个东西可以改用半石砖去放它，也会很好看。但是我没有试过，听起来感觉不错，但是我喜欢这种铁制品的感觉。也许铁砖可以吗？会很奇怪呢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身上有8个小麦，相信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换。然后我们这边有点铁，应该是可以了。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让我思考一下。我们需要3块木头在上面，然后铁啊，我们还需要鹅卵石。我们身上有哦，有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
好像是这样子，不对，这样子不对，让我思考一下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它到底是……哦，我们需要红石，我想起来了，红石，红石，我记得我好像有，我有一点红石，这个红石是哪里来的啊？是从 Bob 村庄跑来的吗？还是哪一集 episode 它就在那里了？有 Bob 可以帮我去看一下吗？也许我从来就没有这个红石，那是哪里来的？有了活塞，我们有了活塞之后，我们还需要这个。之后，这个算是消耗品，我不知道用这个做到底值不值得，所以，让我思考一下，也许我可以用泥土。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材料会不会把我就是，闷死，所以保险起见，我还是用荧光石好了。等下集 episode 的时候，在 off camera 的时候，我再用自己开一个新档案去测试看看，还有其他哪一个比较，容易取得的素材可以让我去不让自己闷死。有了这个跟这个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它，很多控制感。之后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呢？就这样子。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就是四种东西，一个叫做铁镐、控制杆、荧光石，还有活塞。接下来我们要找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啊！我想起来了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到下面这个地方，二号矿坑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边已经被我改造成林场。哒啦！哦，这边的树好茂密哦，会不会打开就一只 creeper 在里面？好，看样子应该没有事。那我们是稍微把哦，不是你，我们稍微把一些木头给拿下来，就是让它可以继续往前种。其他的都没有长大吗？倒是长了两个非常大哦，我总共只种了三个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这样的成绩也还不错了。应该没有 lose 掉什么木头在里面吧？好像没有，所以它应该会自己消失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把新的种子种下去，树苗。好，有新的树苗之后，我们要开始建造我们那神秘的东西了。我们先来找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好了，就选在这里。其实我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选，可是这边有沙子，不太好用。那选在这里好了，这里感觉不错。好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四个东西，不是它，我们需要把四个东西移到这里，然后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十字镐开始往下 dig， 不停的挖，不停的挖，不停的挖，不停的挖。OK，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了。然后，我们需要一点空间。让我思考一下。吼，这样子感觉不错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，然后把我们的控制杆放在这里，之后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轻轻压一下，之后再把荧光石放在这里。有了。我视野调到最近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看远一点，把眼光放远到未来。可以看到这附近我都探索过了，那边暗暗的地方应该就是我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吧，我在猜。还蛮大的，有人看到任何的遗迹吗？那个是不对，那是我的矿坑，下面有很多没有去过的路。哇，那一块区域还真大，下面应该是岩浆区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块区域，然后为什么只探险到这里我就停了？过去这边还有一整块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独立的区域啊，然后前面那是那一块，它不是连在一起的。不知道 Bob 可不可以看得出，还有点立体。所以如果到这一块平广的区域的话，往上挖的话可以到这里，但是这边似乎没有什么爆点，反倒是有没有什么比较有 Bob 看到遗迹吗？结果我现在看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遗迹耶。上面这个地方一大堆的 tunnel， 没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。有蜘蛛在那里，对，我都没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。也许那边有，那个是史莱姆吗？还是那是 creeper？ 右边那个比较矮的感觉应该是 creeper， 对，应该是 creeper， 它应该不是 slime。 然后那边有一只 zombie， 下去这附近没有，还是我们找啊？那个前面那个应该是
应该是那个废弃矿坑，我在猜。所以 Bob 有哪里让我想要去的地方吗？这么多地方给 Bob 们挑，告诉我一个实际上你们有看到的位置，把时间点定下来之后，告诉我说你们想到哪个 tunnel 去探险好了，不然这么多地方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耶。而且我似乎没有看到遗迹，果然是太远了，用这个方法还是不太行。那个地方亮亮的，有点好奇。OK， 我觉得这一集 episode 啊，我还没教大家怎么出去，这样子。哈啦，好。OK， 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；喜欢在左上角订阅《学习英语》频道，随时跟踪影片动态。别忘了下一集 episode， 你可以拿到我的记录档。别忘了下一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会释放出 Underground 2的记录档，然后我们不会停在 episode 30，我们会继续一直走下去。那差不多就问到这，如果喜欢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；喜欢在左上角订阅《学习英语》片频道，随时跟踪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也许你可以上去，你把我卡住了啊！是要害我还是要帮你？Excuse me